站在台前，当我讲话的时候，我相信是很严肃、认真、负责的态度面对在座的观众、家长、老师等。各位，我叫董事长，那都是一番骂声的女生。沙发傅园慧秘书长也是大妈，傅园慧副台副总裁等，那都五天之前，所以五天前，还有我们的乡亲啊，也是沙发洲著名的一个乡亲，都正式做医生。神山基金会主席，神副